该出来要出来，该退隐要退隐。那像这些事情，孔子讲的是最清楚的。孔子说：“天下无道，而你家很有钱，丢脸；天下有道，你家里很穷，丢脸。”一样的道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前居报道。一个人当形势对你不利的时候，你太拼命也没用，你不如多研究一些道理，多储存一些智慧，以待其时。等到时间到了，你才准备充足，你就很有把握的去走。若时至而行，如果时间到你才去行动，你就能够济人臣之位。你看，果然张良最后是在臣子里面到最高位。得机而动，这人臣绝代之功。果然一切一切都应验了，统统应验了。